强盗政府，强盗政府，农民怒吼，农民怒吼。马英九总统昨天才发表了新书，叫做《请听与对话》。可是呢，面对这么一个争议性，面对一个这么复杂的法案，他们却关起门来自己搞政治协商，自己搞密室政治。所以我们不知道请听在哪里，对话在哪里。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还是要告诉这个政府，告诉这个马总统，我们拒绝密室政治，我们拒绝黑箱作业。法令体制在一个民主国家、民主社会里头，是作为一种制度性的规范，目的在于透过制度性的规范维系社会的公平正义，这是制度规范的基础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台湾的土地征收条例不仅不能够维系社会的公义，它更变成一种制度性的暴力。这个腐烂的征收这样的一个法律，没有好好的去把它修正，没有去把它改掉，我们在这在座的老农的农田一块一块都被政府征收走了，他们马上就会失去了这个领老农津贴的资格。你再加码到10000有什么用？所以最可恨的就是说，马总统只会出那个书，只会自我吹嘘，但是他真正的有去倾听，有去对话吗？这样基本的一个法条，这么攸关，连续两年农民不辞辛劳的要上海道去抗议，但是换来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密室协商直接进入二读，这样子我们能接受吗？政府一直在说要让青年安心就业，要让青年安心成家，可是却一方面派出怪手把我们可以回去的家挖掉。那请问这样是要叫我们怎么安心成家，怎么安心就业？如果连一个最基本的权利保障都不能给的话，民间的土地征收条例的版本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版本，我们没有要太多，我们就只是要一个基本的保障而已。如果连这个东西都没有的话，这个口口声声重视手头族的政府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把手中的这张选票投下去。我们农民是要安居乐业，只要有田可以种，有房子可以居住下去，就是安居乐业。为什么我们马总统、吴院长讲的优良农业区或者特定农业区要保留，但是还是纵容地方政府来抢我们的农地？这种法案到底在哪里？有没有顾到我们安居乐业？有没有顾到我们老百姓的生存权？你要让我们这些农民不断的陈情，不断的陈情，这样舟车劳累20次、30次、40次、100次、N 次，这样子的，让我们的身心不断的受创。我们这样子的被虐待，马总统，你有听到不？你也哭名说苦，就是安尼安宁地的，是不是？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工业用地不用，那么多剩余的土地不用，一直在开发？这到底是为什么？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，拜托政府不要这么蛮横，好不好？我想拜托我们的政府，请听我们人民百姓的声音，我们才是真正的是老板。你们是执行者，为什么不倾听我们的声音呢？你们的做法真的是像土匪强盗，你们为所欲为。我请你们善用国家的土地资源，好不好？面对一个言而无信的政治人物，面对一个言而无信的行政首长，我们就必须要用7月14号他亲切问候我们的话问候他。差的，吴院长，说好的华山论剑呢？第二次问候，差的，吴院长，怎么能是黑箱密室呢？各位朋友，我提醒大家，今年的7月14号，吴院长用亲切的问候问候我们5次，我今天只问候2次，剩下的3次呢？国民党还有机会。吴敦义，你还有机会，我们等着看。如果土地征收条例的修法没有逐条讨论，没有公开的讨论，我拜托拜托拜托台湾社会全民，用剩下的3次好好的问候我们的吴敦义院长，谢谢。我感觉咱大家拢是吃饭大汉的，所以我感觉做什么代志拢要有良心，不要一直打压这些农民，真的。这些农民真的，阮这老，阮我唔知虾米法律啦，但是就是
加在有这社会、这正义的人出来跟我斗下去，无这样，我拢在甜麦搁较细细哦。因为禁物二毒，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朝野协商，也就是说呢，由立委们关起门来做这个法条的协商。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到底哪一个法条是怎么样被戳掉了，所以我们要求他应该重新召开委员会进行逐条的法案辩论，这样才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常态。况且这是一个非常争议性的法案，那争议性的法案宪法也有规定，就是说只要是涉涉人民财产权的，它的法案应该是尽量的要完备跟充足。那不管是从就是现在行政院版的法条内容，或者是他这在这个修法过程的手段，我们都看不到马总统他这个想要跟人民沟通的诚意。昨天马总统才发表新书《倾听与对话》，我们希望他能够倾听与农民的声音，真正的跟农民对话。